昨天呢，官方已经发布了那个名侦探联动的第一款纸皮律师的毛利小五郎，而今天呢，官方也再次发布了另一款名侦探联动纸皮，应该是纸皮啊，因为先公布的都是纸皮，金皮一般都是后面公布的，而这款纸皮呢，就是他毛利兰。虽然这名字被打码了，但是名字只有三个字的话，除了毛利兰没有别人了。有人会说灰原哀，但是看这三个字，有可能是灰原哀吗？想想都知道，第一个就是毛字，而第二款联动皮肤的一个入选者呢，就是空军。中间的那把枪大家应该也看到了，截止到现在呢，空军可以说已经有很多款皮肤了，从周年庆的限定精品，再到弹丸的一个联动皮肤，现在又到了柯南的联动皮肤。不得不说六元小女孩还是有一点点东西的，按照这个节奏的话，那么明天应该也会公布下一款皮肤了，所以我们一起继续期待一下吧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